大家好，今天呢 Andy 老师帮大家带来了美咖最新的水感逆光纯粹。那这个纯粹呢，它有一个水亮口诀，就是一抹显色，二抹零色温，三抹水感嘟嘟唇。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我目前素唇的状态，我们就照这个口诀来先抹第一下。擦上它，你就是小脸，是不是很想亲一口？再来呢，要试的是四套色。温柔像水一样，今年春夏每个女孩都一定要有四套色，仙女姐姐色。肤色直接提亮的色系，这边呢可以看到全部六个颜色都在我手上了。大家先赞叹一下它这个水感净光有多美 ，amazing！ 现在立刻马上就去下单。